绝对土力。我要针对我们整个庆父案，当时海洋局王端仁前局长，他在当时到庆父集团去密会土地租金的事情，来跟我们的市府团队来做一些探讨哦。活化新沙港，繁荣大高雄，怎么会从本来的游艇专区，最后变成是一个舰艇的一个厂区哦？这个本席在两年前，当王端仁前局长到这个庆父大楼去密会土地租借的时候，商讨这个土地的租约的时候，本席就在这边咨询过陈局前市长哦。那陈局市长当时的说法是，全部移送法院来办理，甚至也到了我们监察院进行这个调查哦。在这里，我要先讲，最近除了监察院已经对于王端仁前局长还有渔业署的研究员提出了弹劾之外，也把这个案子送往工程会，而工程会也已经认证违法哦。所以我说，法院认证桥土地违法，但是市府的损失花吗？不用担吗？大家知道王端仁前局长涉及在105年的10月份邀集渔业署的官员到庆父大楼私桥土地合约，经过监察院提案弹劾之后，工程会也在今年的6月10号也就是上个月也做出了判决，他是判定他是一个违法哦。那虽然整个行政的调查从监察院到工程会都已经告一段落，但是中间还有很多的细节疑云重重。那本席在这边跟我们的市府团队要继续来深究，要把真相查个水落石出，来跟高雄市民来做一个交代。新达港自民国100年县市合并之后，陈局市长就积极办理 BOT 的招商，打造游艇专区哦，为目标要繁荣新达港。但是为什么在王端仁前局长介入之后，新达港最后变成桥城一个艇舰的厂区？我这边要先请教我们的海洋局长，合并之后，民国100年合并之后，我们的海洋局有没有办过类似我们游艇码头的招商？请海洋局长，请问一下，我们的局里面有没有办过这样的一个招商？这个是由民间发动的。我们的海洋局有没有出去招商过？有还是没有？我们有类似的场合有去，就是说有。所以我们的新达港就是把它设定为一个游艇休憩的一个计划，这样进行是吗？啊，新达港它整个发展的策略是北休闲南产业，所以刚刚黄员所讲的那个游艇码头是符合我们整个开发的政策需求。好，局长，根据我对我们海洋局所调的资料，从102年开始，我们高雄市海洋局曾经5度在不同的场合，由我们的副局长跟局长都到各个不同的机会来招商有关游艇码头的开发，这是你们给我的这个资料，你请坐。但是在整个新达港的招商当中，我要请问一下我们的 局长，我们有没有收到整个游艇码头 BOT 的开发案？有还是没有？请局长答复一下。请黄代理局长答复。谢谢黄议员。我们在104年3月2号有收到一家厂商的一个民间自行规划的 BOT 案，所以我们有收到。是，来，你请坐哦。这个我们的确在102年透过我们前海洋局长赖瑞荣前局长，当时他还是那个海洋局局长，现在已经高升到立法委员齁，他在103年有到厦门去利用一家叫做唐荣游艇集团回来投资。我想这个也就是刚才局长你所谓的，据了解就是在104年的3月2号的确有申请 BOT 的开发案，那是一个而后他也呢愿意在我们海洋局的要求之下，
愿意全区的开发32公顷，投资22亿，是一个400个游艇的一个泊位，变成全台湾最大的一个游艇的集团哦，一个游艇的基地哦。那我在这边要请问一下我们的海洋局局长，当时唐荣游艇集团申请 BOT 的开发案之后，我们审理的情况是怎么样？局长，请黄代理局长答复。唐荣公司他所提的一个开发案哦，是水域跟陆域大概达到73公顷，但是他所提的计划是只有32，包括陆域12公顷，水域20公顷。那他所要开发的部分都属于第一线的一个比较精华的地区。那我们市政府海洋局针对整个政策需求去做一个审查，那后面决定是不符合政策的需求，驳回。不符合政策的需求是怎么样的政策不需求？因为没有符合，他开发的面积达到78，但是他所送的计划是只有32公顷。这个一开始他们是提了多少公顷的开发？我们接到的是全部73。没有，一开始唐总是提多少的一个开发面积？一开始第一次他提出这个开发案的时候。我跟你报告，因为这个事过将近五年，那我这边你当时担任的职务是什么？我是主任秘书。主秘居然不知道哦，来你请坐，不然你让我再继续请教你一个问题。所以到底这一个唐荣游艇的 BOT 案，我们的主管机关到底有没有审查过这么一个 BOT 案？局长，有还是没有？召开政策审查会议就是不符合政策需求，那后面的初选就没有召开。你请坐哦，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你请坐。根据促参法的规定 ，BOT 案要在一年内审查完毕呀，哈。那很可惜的是，当唐荣游艇集团向高雄市政府提出要申请这个 BOT 案的时候，高雄市政府却在被驳回之前连召开审查的会议都没有。这个新达港的游艇码头的开发案是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以及渔业署是共同开发，是不是这样，局长？是由高雄市政府跟农委会并列主办机关，就农委会的渔业署，农委会跟农委会。刚刚黄议员所讲的那个初审会哈，那是应该是依据那个促参法的规定，要先政策需求的审查确定后，通过后才会进行后面的初审。那因为前面的这是哪一年修法过的？这个部分我会104年12月30号过的，是不是？请问一下，他是什么时候丢进去的 BOT 的一个申请案？104年3月2号。那是在修法前还是修法后？那个法令修订的日期我手上没有，是不是容我？104年12月30号，你根本故意不想要记住啊！所以他是在修法前所送进去的申请案，怎么可以用政策的理由就予以驳回呢？局长，你在避重就轻，你不愿意去面对为什么没有审理。根据本席的了解，期间曾经两度要召开初审会，但是都被临时喊卡，有没有这一回事？局长，请你答复，有还是没有？跟委员报告哈，那个就是原来初审会的名单，依照促参法的规定，是由我们海洋局筹组以后再报市政府核备。那因为在筹组签合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认为那个层级要提高？那另外专家委员的部分也希望网罗各方面领域的专家的参与。所以局长，你也是承认当时的初审会本来已经要开了，后来又临时打卡。没有，请问是谁告诉海洋局要临时喊卡了？是哪一位上级长官？请你说明一下。委员报告哈，刚刚报告就是说，促参法的规定就是一定要政策需求先审查，符合的话才有走后面初审的程序。局长，你不要再跟我抬杠，我已经告诉你，这是104年12月30号修法后的规定，要符合政策开发。
唐龙的案子是在修法前104年3月2号就已经丢进来，是用旧法而不是新法，你们在硬凹。局长，你刚刚已经承认了，你已经承认说本来都已经要开委员会，但是局内认府内认为必须要层级高一点，对外聘的委员也要再做调查，这是谁下的令？局长，你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愿不愿意回答？是哪一位长官请说？何鸿业，我不了解。你不了解，那你继续站着。104年4月30号，也就是高雄市政府收到唐龙游艇公司的申请案之后，本来要召开所谓的初审会，结果被当时的副市长吴鸿谋副市长喊咖。这个你讲了一半，后面你不敢讲出来是谁喊咖的。我再告诉你，所谓的二度要召开初审会，全部都被喊咖。第二次是谁？是在105年的2月4号，王端仁局长喊咖。请问一下，王端仁局长在什么时候接任海洋局局长？王爷，我手上没有那个详细的资料。好，王端仁在104年的8月份接了海洋局局长之后，105年2月4号，他也把第二次本来要开的初审会也喊卡了。所以局长，一个游艇码头的 BOT 开发案，新达港，主席，这是你的选区，这个是陈局市长在他县市合并之后一直要去推展的游艇观光码头，但是结果唐龙游艇的 BOT 案连审都没有审，荒谬，这是第一个荒谬。我再请问一下，第二点，局长，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唐龙游艇集团的 BOT 案什么时候被驳回的？局长，你手上的资料，这个案子什么时候被驳回？你手上有资料吗？局长啊，我看你故意不想回答我。这个社会瞩目的案件，工程会在上个月才针对海洋局的前局长已经认定违法疏失，处以申诫。我们海洋局居然到现在，我感觉起来你们都没有做内部调查，到底当时唐龙游艇集团的 BOT 案是怎么胎死腹中的？局长，你到现在还是一问三不知。局长，你继续站着。105年的3月31号，唐龙集团发函给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他说他愿意配合高雄市，我们高雄市政府在105年的8月16号，这个是唐龙游艇公司在3月31号函文给我们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可是我们高雄市政府在105年的驳回了唐龙游艇公司这一个游艇码头的开发案，它上面写说，虽然贵公司已经函请农委会渔业署表达愿意配合全区开发，可是又莫名其妙的说它不符合政策需要。这个你想起来了吗？你想起来有这一段历史了吗？局长，有，那个105年8月16号，8月16号高雄市政府正式驳回唐龙游艇公司的申请案。杨市长，请你注意看，根据监察院弹劾文的记载，在105年的4月27号海洋局渔业署内部有个政策需求评估会议，局长，有这个评估会议吗？有还是没有？有。所以你现在知道有这个会议了？是。请问一下，既然这个计划是农委会渔业署以及海洋局共同的推动计划，请问一下，身为地主的渔业署的代表，他对唐龙游艇公司他的主张是什么？请局长你答复一下。跟黄远报告，这个政策需求的审查会是我们由我们那个科前代理局长跟渔业署跟组成的一个会议来做审查。那因为那你知不知道你知道当时的渔业署的结论，他们的主张是什么？知道吗？因为我没有参与会议，我只知道结论。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这么重要的案子你什么都不知道。那局长，我告诉你，地主渔业署的代表主张让厂商补建办理，就是要让唐龙游艇公司来开始进行 BOT 案，这个你有印象吗？局长，
跟黄远报告，因为我没有在会场啊，所以之间的过程我不了解。好，那你不了解地主渔业署的主张，那你知不知道当时海洋局的主张是什么？知道还是不知道？因为我是后来有看过那个会议记录，在成核的过程中有看到结论。结论是什么？就是不符合政策的需求，驳回。你当时担任主秘，那个会议是谁代表去参加的？那个是由我们科前副局长主持。副局长，你是主秘，然后开的会，你现在都回答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是不敢讲还是在逃避？没有，因为我没有在会场，我不知道整个开会的过程。杨市长，这么重要一个社会瞩目的案件，我们的海洋局局长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当时的地主渔业署的代表主张要让厂商补建办理，就是所谓的全区开发的计划，要继续来执行这个游艇码头。结果我们的会议主席副局长接到王端忍的电话，指示什么？指示什么？局长，驳回。王端忍局长打电话给海洋局的副局长担任会议主席，说把他驳回，就是撤销这个提案。于是游艇码头 BOT 案就被驳回，就是在105年8月16号。唐龙游艇 BOT 案到底的驳回的理由，高雄市政府出尔反尔，连地主的意见都不甩，显然早就心里另外有数。我们要求厂商要全区开发，杨市长，厂商也回函说到全区开发，结果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局长王端忍居然打电话请主持会议的副局长说把他驳回掉，荒谬。本席觉得里面大有文章啊，合理的怀疑他绝对有内幕，而且啊，内幕重重。第二个疑点，王端忍局长到底有没有图利庆富集团？我们大家都知道，经过监察院以及工程会的行政调查之后，工程会也已经判定王端忍局长以及渔业署的研究员都判定违法失职，都处以申诫，但是这个图利是属于刑事告发。我在这边我觉得很纳闷，唐荣游艇公司是我们赖瑞荣前局长极力招商的对象，十分配合我们市府的要求，甚至愿意配合全区32公顷的开发，为什么王端忍局长舍大就小去帮忙一个只有 5.9 公顷庆富公司的开发案？这个难道没有令人匪夷所思吗？杨市长，工程会最新的判决，王端忍违法，你认为他对庆富公司有没有图利的嫌疑？请杨市长你简单回答。请杨代理市长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少廷议员。那因为根据我看工程会对于王端忍前局长的这个裁决，他是用申诫，也就是说行政的处分。那行政的处分，我看他里面的说明是说，他是因为行政程序外的接触，行政程序外的接触，那行政程序外的接触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一定要做成书面记录，包括人事实地物，都应该要记载啊。所以他这个接触是对于社会的关系，所以你认为只是行政程序上不当的接触？是跟议员说明的时候，这个是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里面的，所以你认为没有图利的问题？图利的部分是因为我有看后续有移送那一个司法侦办，他有移送司法侦办，那司法侦办的现在的进度是怎样的？司法侦办我目前的资料是说，对于我们海洋局或是渔业署的相关同仁，那地检署他是予以不起诉，因为他认为说没有。是不起诉还是牵结？不起诉。我看是牵结吧。牵结，他是牵结。牵结跟不起诉不一样哦，是的。牵结。所以你认为，我问你说有没有图利嫌疑？你认为没有？不是，我认为有没有？因为这个是要司法去做一个认定。不是啊，这个市长这很重要啊。
如果他有涉及图利，根据职权，高雄市政府需要进行告发啊，不然你是渎职哎。所以我再问一次，杨市长，你认为我们的王端仁前局长居然已经被工程会认为违法，你认为那他有没有图利的嫌疑？有还是没有？再给你一次机会。那个我要跟少廷议员说明，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是这么简单的说有或没有，因为图利它是司法的一个问题。那么地检署它已经针对海洋局的部分已经有做过调查，可以牵结哦，所以这个个人我个人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市长，牵结不代表结案，牵结随时可以再查，是这个跟不起诉不一样，不起诉你一定要有新的市政才能够重启调查。牵结你可能明天后天就可以再拿出来办案。是，所以如果高雄市政府认为王端仁他涉及图利，你就要进行告发。那如果市长你不懂了法律，我请问一下我们的法制局长，局长，请问一下，我问你相同的问题，你认为王端仁前局长对庆富公司有没有图利的嫌疑？有还是没有？请法制局白代理这样答复。谢谢主席，谢谢议员。你应该很专业啊，那我让你回答看看。因为那时候就是包括有一些疑点啊，所以当然那时候是认为有嫌疑，所以才会移到地检署去调查。对，那地检署依照他相关的一个市政，他认为还没有办法，就是依照现在的他所掌握的相关市政，他认为还没有办法构成这个图利罪的部分，所以他就把他牵结啊，哈，牵结。那你讲的跟市长一样嘛？对。那我问你，那现在上个月工程会认为王端仁已经违法，然后处罚申诫，我再问你是，那你认为这个新的发展，他有没有图利的嫌疑？以你法律的专家，对，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你个人就好了。对，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讯息，是检察官在牵结的时候有告诉我们说，这个部分会不会有涉及一些行政的不法？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部分，那行政的不法已经公告了嘛？不法已经公告了。对，那刑事图利的部分，你看法呢？所以说依照检察官这边的一个认定，他认为刑事的部分他牵结，至于行政的部分有没有不法、局长你请坐啦、你就是不愿意回答你的看法给我听，朱先生很累耶、这么这个专业，一个专业市长不懂就算了，专业也不愿意回答我。当时我根据本席的了解、熊检在107年的3月会牵结的理由是说，因为图利的处罚未遂。局长是不是这样子？你点头嘛，处罚未遂就是说，庆富集团经过王端仁局长取得这一块新达港的土地，并没有有任何利益就对了啦，叫做呢这个处罚未遂，所以牵结嘛。局长没有错嘛，来，你回答一下，是不是这样子？请办理这样答复。是还是不是？对，因为图利罪的构成是不是这样子？一定要有利益。对，跟本席讲的一样。好，检方一定要查到这个部分，那你请坐，查不到是不能够那个。好，你请坐哈，市长。那我告诉你，王端仁在我再讲故事给你听好了啦哈。105年8月16号把唐荣的游艇 BOT 案撤销之后，到底王端仁他在做什么？根据监察院的报告显示，王端仁前局长8月16号驳回长荣游艇的 BOT 案之后，他就在10月3号率队拜访渔业署长。他去拜访渔业署长做什么？他去帮庆富公司略雷舰找新建船的土地。10月3号到台北拜访完，10月7号就到高雄的庆富大楼密商土地租约。那录音带在11月14号公开之后，全国哗然，我们的王局长就这样请辞下台。市长，这个是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不是我讲的故事哦，这监察院调查报告请你去看哦。然后他在王端仁局长到底他在庆富大楼的密商租这个土地租约讲了什么内容？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也是监察院的报告。朱先生，你看看他讲了什么话？他说，他对于时间上，他认为年底前要有。你用 BOT 案的话很困难，因为他的时间看起来是很赶，然后担心会有别人也进来投标，然后呢，他还帮助去瞧说到底租约要多久，然后他还讲说要多高的租金。为什么？因为他说如果不这样设定的话，第28项不然一堆阿狗阿猫都会进来租啊。然后他还提醒我们的庆父，针对其他特定的厂商一定要先去戳。戳什么戳？整个录音带中间啊，杨市长，当时我们的王端仁前局长，他在现场的口气语气就像是庆父集团的代言人一样，帮庆父跟土地所有权人渔业署在谈判，内容中如何帮庆父取得造船土地的时间，合约要怎么订，完全帮他量身定做。这样还不叫做泄密，不叫做图利吗？王端仁前局长可是我们主管机关的最高首长。我再请教法制局长，你认为这样子有没有图利跟泄密的嫌疑？局长再给你一次机会，请白代理这样答复。谢谢主席，谢谢议员。这个部分因为检察官，你认为有没有？对，检察官的调查是，这个部分当然他有泄露一定的讯息出去，不过检察官是认为说这个部分就如同刚才议员在陈述这个意见，事实上在时间序的部分他还没有开政策需求评估。所以你还认为还不足以证明？不是、哦、没关系，还没有开政策需求评估的时候，检察官是认为说还没有进到这个促仓里面的一个审核的阶段，所以还不构成、局长你搞错了，这个是被驳回唐荣的投资案之后，十月份当时有没有符合政策，其实唐荣已经被人家给驳回了。我讲的是他带着去那边整个被揭发，他在如何谈论出那个合约的制定上面，你就给我乱扯，没关系，你请坐。根据监察院的报告，杨市长，我再让你看一个东西，庆富公司在103年的11月跟国防部签的掠雷舰的合约，规定30个月内要完成厂房的建设，如果没有，市长你看清楚，根据附加条款第13条第一项规定，每日计罚。如果我再讲一遍，如果庆富集团的掠雷舰的计划没有在30个月内找到造船土地，他就要每日计罚，最严重是怎么样，还要解约啊。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个整个获得土地的大事迹。103年签约之后，他的30个月份，大家数学算一算，就是在106年的6月份。然后呢，8月16号高雄市政府驳回唐荣的 BOT 案之后，经过了整个密约在协商合约怎么订，105年的12月2号果然就公告土地招租，而且1月17号庆富公司就顺利得标，公已拾遗这 5.9 公顷的造船土地，赶在106年5月31号的签约，刚好压线。如果没有压线，法制局长，我刚才已经念过了，如果他没有找这个土地，造船土地的话，根据合约会怎么样？局长，你刚才有注意我讲的吗？你回答一下会怎么样？请白代理局长答复。谢谢主席，谢谢议员。当然我们的租约里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个不履约的一个处理机制，当然会构成一些违约责任，就会有违约的责任。好，这一个帮助庆富集团可以获得造船土地的时间表，难道就这么样刚刚好8月16驳回之后，隔年的5月31可以顺利的拿到土地吗？怎么会有这么样算的这么准的呢，主席啊？然后刚刚我们局长也讲哦，如果庆富没有拿到这一块土地的话，他就要违约了。我搞不懂的是，杨市长，为什么庆富在103年他要签一个350亿的掠雷舰的计划的时候，
就指定要这一块土地，为什么庆富要高雄市政府就要给他？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啊！照理讲，当时有一个开发32公顷，一个开发5.9公顷，高雄市政府居然去帮助一个5.9公顷的，而把32公顷的用一个莫名其妙荒谬的理由把它驳回。到底选择32公顷的，还是一个选择5.9公顷对高雄市政府的利益，或者高雄市市民的利益会比较大，回馈金会比较多，大家自己去想。那局长，你刚才讲说一般如果违约会有罚款，请问一下，如果106年6月前庆富没有取得造船土地，违反合约该不该罚？请问一下局长。这个当然要看合约上面的规定。我刚才今天给你听啊。对，啊，如果说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应该依照刚才的规定应该是可以处罚。会罚，而且哦，我已经讲了哦，它是怎么样？它是每日计罚。什么叫每日计罚？局长你解释一下。就是按日处罚，就是依照它的处罚的金额，哦，去乘以它的日数，就是每天每天都要罚。对，罚到一定的程度会怎么样？要解约。解约，严重吧？嗯，好，所以我说，你讲的会不会罚？会罚。第二个，庆富如果因为王端人少了罚金，少缴了罚金，是不是利益？请问一下局长，你念法律的，是不是利益？你罚金当然，如果我没有收到罚单，我不去缴这笔钱，对于我的财产来讲，当然这个部分我是受利的。对，所以因为王端人帮庆富集团少了罚金，少缴了罚金就是个利益嘛，是不是局长？对，少缴罚金是一种利益。那这既然少缴了罚金对庆富是个利益，我请问你，今天从监察院到我们的工程会都认定王端人前局长到庆富去瞧土地合约，甚至把整个庆富从一开始要求高雄市政府要有 5.9 公顷的招租土地等等，整个下来他已经认为王端人局长到庆富去做这么一个这个桥土地合约是一个违法的，那我再请问一下局长，你认为这样有没有对庆富有图利的嫌疑？请你回答一下。这个部分因为工程会的认定的部分，我们所了解的是他只针对他的一个行政程序外的一个接触，我们看他倒是没有讲到这个跟租金之间有所这样的一个连结啊，他讲的是说你不应该到外面，因为我们是公务员嘛，我们都尽量的要洁身自爱，要公务员服务法里面有一个谨慎那个的义务，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不要去跟外面做接触。局长，你还是不愿意去讲说，到底即使王端人前局长已经帮助庆富省了这么多的一些违约金，你也不愿意说有没有图利啦齁。我觉得我根本你这个法律素养齁，读册拢袂记一啦齁。那你请坐。杨市长，你认为王端人前局长做了这么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帮庆富取得了招租的土地，帮他们省了少缴的罚金，王端人有没有图利庆富的嫌疑？来，市长你答复一下。请杨代理市长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我们少廷议员。我刚刚已经跟少廷议员说过，其实这个你不用再重复，你把我讲的新的这个市政，请你简单回答就好，我时间不够。真的我没有办法在这边齁，这么的一个很确定说他有没有图利，还是要深入的再去了解啦齁。那至于说有没有图利，其实因为议员今天在议事厅的质询都是公开的，那我认为说因为地检署他虽然曾经签结，但是他还会知道议员的质询内容，或许他们也会有一些看法。市长啊，是这个不是检察官会自动在办。但是我不敢以完工的是说，其实议员你要去告发啊，市长。其实您在去年的9月27号在质询的时候，就已经有曾经请我们那个韩市长的这个团队也有一些质询了哈。那我觉得在这段期间他们也应该有做了一些调查哈，所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些调查都比不过工程会上个月对王端人前局长这个样的认定，
更加的确实啊，市长。而且啊，我们这工程会的这一个上个月的这一个判决书里面，局长啊，市长你先请坐、哦、你只提到所谓行政程序的不良接触，我先问一下局长，你有没有看过这一份工程会的判决报告，有还是没有？局长你有没有看过？我不没有很仔细的看。你有没有看过？我大概是看一下结论。好，你大概看了一下，中间我念一段给局长跟市长你听一下。他说，在整个接触的程序范围之外的接触过程当中，王端仁前局长有如何排除或避免其他厂商竞标的言论？请问一下局长，是这个算不算是一个实质上的图利行为？就你法律的观点上，是还是不是？我再念一遍，工程会的判决书上说，王端仁前局长有如何排除或避免其他厂商来竞标的言论，来帮忙做这个土地合约的讨论，你认为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图利的一个有图利的问题，是还是不是？他图利刚才讲过，他还是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要件，而且我看他的一个内容里面，他是写说经人秘密录音后公开，引致社会大众的一个不良观感，损害机关形象及政府信誉，所以他的一个认定还是认为说这样是一个不妥的一个言论啊，不妥的言论，但这样还没有符合图利吗？他已经让整个合约偏向某一个特定的厂商，这还不叫图利吗？局长，你请坐好了。杨市长，我相信这如果是韩国瑜市长的团队啊，绝对马上会告发高雄地检署，这么明显的图利，还有对价关系，就是帮庆富集团省了多少的罚金，到现在为止，从我们的市长到局长，专业的局长还是不愿意承认有图利。市长，我在这边具体要求你，根据市府职权哦，这不是你讲的所谓的让检察官自动侦办哦。哎，局长，你回去要提醒市长哦，这个你是会渎职的哦，你要向检察署、向王端仁前局长提出告发，图利的告发。有没有贪污我不敢讲，绝对图利，还有民事赔偿。市长，我等一下再让你一并回答。我还有第三个疑点，大家看一下疑点三，长官是谁？我们在庆富大楼密商的录音带当中，王端仁前局长数度提到要向府内长官回报，很明显王端仁的上面还有一个长官。我请问一下我们的郑峰市，两年过去了，有没有调查清楚这个长官是谁？郑峰市郑峰处处长请你回答一下。请郑峰处林谁是所谓的长官、请回答。谢谢主席，谢谢黄议员，这部分我不清楚。也不清楚，应该是王局长，应该是他自己谈的。你有没有查？我先问你有没有查什么叫做长官，你有查吗？郑峰处有没有查这部分？当时针对整个庆富，因为当时王端仁对到庆富的部分，那这部分的录音带其实当时就有移送给检方，那这部分里面确实他所谓的长官目前不清楚。不清楚，你根本就没有查。我们的政风处在干什么啊？有违法失职的政务官，录音带吵得沸沸扬扬，结果我们的政风系统连查都没有查。这部分跟议员报告。不然你请坐，我问一下我们的法制局局长，你说你看过熊检的签结报告。来，处长你先请坐。白局长，熊检的签结报告有没有提到长官是谁？有还是没有？请白代理局长答。简单回答，有还是没有？我没有看到。嘿，你没有看到有这个，你请坐。我请问海洋局局长，你在海洋局几年了？局长，请海洋局黄代理局长答复。跟黄议员报告，连同海洋局前身渔业处，大概28年。28年，所以应该海洋局的你都认识了啦，哈。请问一下，你知不知道王端仁嘴中的长官是谁？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内部海洋局有没有写检讨报告？知不知道谁是长官？不知道。也不知道。是。你请坐。
那可能你们的层级都不够啦齁。杨市长，当时你应该是秘书长啦齁。请问一下，王端仁嘴里对外所说的长官是谁？杨市长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摇头啦齁。哎，我觉得那长官到底是谁？那表示决策的人不是王端仁啊。决策另有他人嘛。是不是？来，去105年11月的时候，当庆富大楼录音带被公开的时候，陈局市长曾经公开的讲，他对王端仁的发言不当向社会表示道歉。这当时新闻报道哦，王端仁的发言不当向社会道歉之外，表示陈局跟王端仁关系的深厚。陈局市长还表示，王端仁前局长跟了他20年了，陈局市长相信王端仁的清白。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现在格外的讽刺啊！他相信他的清白，过了两年之后呢，证明王端仁的确是违法失职。那陈局市长，你的相信有用吗？陈局市长，你的另外一位爱将赵家宝也是你的爱将，身为市运会的高级行政长官，居然贪污被判11年，你也相信他啊？那到底王端仁的清白是真是假？那陈局市长你的清白又谁来相信呢？难道王端仁口中的长官就是陈局市长吗？105年的8月16号，王端仁前局长为了要帮助庆富集团取得略雷舰的造船用地，而驳回了唐龙游艇公司的 BOT 开发案，那是一个投资 22.5 亿为了新达港未来50年的一个游艇码头，结果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就这样子被王端仁局长的代表之下把他给驳回，然后把这块土地签给了庆富公司去履约他的略雷舰的计划，涉嫌图利。而且陈局市长也在驳回唐龙申请案的公文上盖了章。陈局市长是最后的决断者，在105年的8月16号，陈局市长盖了章，驳回了唐龙，而后才有106年的5月31号庆富集团顺利得到略雷舰的造船用地。更何况王端仁前局长是陈局市长所任命的政务官，陈局市长当然有行政责任啊。所以杨市长，本席在这边要要求你，也要求市府团队要移送陈局前市长到监察院接受调查。既然工程会已经判定王端仁前局长他有严重的违法，甚至现在本席还怀疑他有图利的嫌疑，我觉得我们高雄市政府应该要移送陈局市长到监察院报接受调查，勿忘勿重。如果陈局市长是清白的，我相信也会还他一个公道。杨市长，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怎么样？请杨代理市长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我们少廷议员。基本上我还是会跟您回答，就是说因为您在去年的9月27号也曾经针对这个案子执行，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对对，杨市长，请你简单的回应我。我现在是要了解说当时执行完以后，我们的现在是最新的工程会已经公告王端仁前局长的违法，请你简单说明要不要移送陈局前市长到监察院去接受调查。那个我们还是要再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一个里面的这些事，这些工程会的这一个惩戒的内容，刚刚我们局长有提到它是属于行政惩戒的部分，因为譬如说是行政程序以外的这些接触，那这些接触他没有做成书面的记录。好，谢谢黄议员。